那这个血压有点高呀，血压有点高呀，考虑啊，他有可能是胖的，但是也有可能是紧张，因为看着他这一直老流口水。人的话，他有那种类似于医院和这种白大褂的恐惧症，真的有可能这个情况一来医院太紧张，他害怕了。让他缓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咱们先把血抽了，先做血的检查。很快就好，宝贝啊，很快就好。来，金属三下。